那这裤子应该就是你的，也不是我。那裤子到底是谁的？谁的？没有讲，说谁的？谁的？不是啦，没关系，因为小时候都写成这样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爱心，你来说说。好，因为。这一双先讲好了，这双其实就是很我的菜，因为我很喜欢有个性的东西。然后这双鞋是大概11、12年前，就是我刚进这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看到，然后它是 Nike 跟纪梵希的联名，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看到，我就觉得说天哪，这是重机鞋吗？啊，好像重机的鞋。对，然后它下面好像是 Air Force 的那个型吧？对，对，所以不是，它不是吗？重机不是，它有点仿赛的感觉。它是配色变重机了。哦哦哦哦，它刚好是这个配色，是一般重机哈雷的配色。对，哈雷的是重机，对，哈雷都是这个橘。哦，然后这双其实我觉得它穿起来不雷，但是它有个重点是。它这个拉链的地方，我穿了一次之后，我的脚是整个破皮的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。然后我还尝试着在里面塞那个厚纸板，然后再拉那个拉链，但就是因为它已经太合了，所以就基本上就会你会动弹不得。所以这双鞋其实我买来到现在，我好像只穿过两次，11年来。多少钱？这双我有点忘了，但是。后来查它大概15000左右，对，但是在我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，然后工作其实还不稳定的时候，这双算是我那时候买过非常贵的单品了，然后所以我到现在11年来，我舍不得丢，对，就是我即使都没穿了，我还是舍不得丢。那好险是，你看它这底有多干净，哇，它真的超干净的，对，而且它没氧化，对，它没氧化，它里面都好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放着当做给自己的一个第一个精品的纪念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，大概是3、4年前，这是我第一次买他们家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在东京买的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着这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光视觉看它是我喜欢的型，就是那种带一点个性，然后粗跟，然后又有点复古的这个鞋舌，然后呢，我就看了很久，我朋友就在旁边一直起哄，大家都买嘛，他就说你买啦 ，OK 啦，你可以啦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在那边试穿，然后试穿的时候镜子只看到这边，你看不到整体嘛，你就会觉得哎可以，好看又好穿，这个应该是搭得到。买回家之后，我发现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搭它，怎么搭都好奇怪。牛仔裤啊，那这双就是现在不是又流行 Y2K 吗？所以就像刘亦馨这样的穿搭，这样的配色，你就配这个鞋子，那配个长袜会吗？对啊，配长袜应该蛮可爱的。配个那个现在流行那种没有那么蓬的像腿袜，也会蛮好看的。哦，谢谢老师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其实有部分就是想要寻求各位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配它。就是 Y2K 的穿法，校园风格。最后是这个。这个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给自己买的东西，在里面吗？东啊，就这个包包，这个礼帽，你今天到底你以为是一个牛皮纸袋是不是？一个牛皮纸袋，我以为在里面呢。有什么普通吗？那种包包有什么普通？做男生不懂啦。对啊，这种包包和尚包我们看不懂啊。就是我就是大家就是我对于精品的想法就是啊 ，BV 好像是一个还蛮代表性的，因为再高上去，比如说像这个牌子，我就暂时还没有想。但我就想说，30岁之后了，我是不是要买一个什么他们家的东西？至少你买了有的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就去桃园的 Outlet， 然后结果那个 BV 的柜哥就走过来，然后就跟我说。小姐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来了一款包，绝对不可能在 Outlet 看到这个款，很好看，很新，然后就从抽屉柜上还没有，百事都没，从抽屉上拿出来，然后把那个打开，然后跟我说这个云朵包新款 mini 的 size， 然后他说这个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一拿出来放就卖光喽，你绝对就买不到这个价钱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。哎呦，好像可以耶，他就是你很独一无二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我出来，他才拿，我来他才拿出来，别人都没看到。对，然后那个心就被挑拨起来。好认出你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个不到2万，1万，好像16、17而已。我觉得可以啊，好便宜，很便宜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是6万多呢，差那么多。哦，那个当下我就觉得。
买了，一定要买，绝对得买。对啊，买回去之后我只背过一次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那种没有办法带这么精简的东西出门，我会没有安全感。那因为这个云朵，对，东西不要带那么多，真的比较特别。对啊，真的吗？这个特殊，比较少见的云朵，再小一点。乌云，这个我听不出来是包还是？这是乌云的，这土石流云。因为一般大家的云朵包可能会买正色。因为比较有品牌的调性，哦，对对对，但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很，我觉得是啊，而且是蛮可爱的，而且这个其他人就可能不适合，但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哦，真的吗？嗯，我觉得丫头再配上那条裤子跟你的靴子，哎呦，完美，完美，这个嘛，对，可以，他不雷了吧？我觉得不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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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，请坐。可是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。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。你居然不知道，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。哇，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。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 OK OK， 睡哦。